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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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交长慈悲，各位法师、各位同学，早安！我们先来念三声佛号，请跟随我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学院都会不时的邀请外面的专家啦或学者来跟大家上课，让大家增广见闻。这是很好的、很难得的机会。这一次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去年年底11月28号，那个时候呢，我们院长就交代我，希望我能够跟大家讲讲有关念佛的方法要领，也让时间来让大家提问题来发问。在我们院长的口中隐约地体会到他的慈悲，对大家的关爱。为什么呢？学佛，佛法的目的是为了解脱一切众生的生死轮回之苦，不论小圣大圣，都是要走向解脱之道、成佛之道。所以发出离心是最根本的，不管出家在家，学佛没有出离心，那就不是学佛。大乘法门也好，小乘法门也好，都在寻求解脱，只不过小乘是以个人的解脱为主，那大乘呢，是带着大众，帮助所有众生同样走向解脱之道，乃至呢得证涅槃的佛果。所以大乘来讲的话，进一步就是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但是都有一个基本的，就是解脱生死轮回。因为凡是众生，他都有一个根本的苦，这个苦就是生死轮回的苦。生死是苦的根本，生死没有解决，苦永远没有解决。那么在浩瀚无涯的佛法当中，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还是净土中最方便、最简易也最究竟。因此我们院长就希望我利用机会跟大家谈一谈有关念佛的这个要领这是我们院长慈悲的关爱的地方。学佛修行讲这个解行并重，解就像眼睛，行就像双脚，
有眼睛有双脚才能达到正确的目的，有眼睛没有双脚，那即使有目标也不能达到目标，有双脚没有眼睛，那么也茫茫然不知所往，甚至走错路。所以解行并重是很重要的啊，不可偏废。可是呢，到最后呢，还是落实于行，就是实践。有一句话说，行由解起，行起解决。修行从了解开始，那么修行的时候啊，就放下了了解了，也就是说不了解没办法起行，但一旦起行的话，就可以将理论呢搁在一边了，因为理论预先已经懂了，融会贯通了，所以最后呢落实在这个实践上。因此学佛不能这个停住在这个理论的阶段，如果停留在这个理论的阶段的话呢，那么就不是学佛，就等于是呢哲学性的或文学性的啊。那么这一次呢还是讲这个净土法门啊，因为我本身是学净土的，那么我们呢也出了一系列的有关净土方面的这个丛书，有这个大本的25开的，也有小本的啊。同学们，现在呢我们就这个啊，以我所讲的来看啊，这个大家手上都有一本随身书，叫做净土宗教章啊。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互相研讨这一本随身书净土宗教章里面的啊一篇附录啊，同时也有一张这个稿，这一张稿呢是引用经文以及祖师的论释啊，作为补充的这个说明。那这本随身书啊，57页的地方，请大家翻开57页，就是往生极乐的条件，往生极乐的条件。往生极乐的条件这一篇啊，都是白话，所以即使不怎么解说，大家细细的看个一两遍，也都能够理解。那今天呢，在这里是就里面一些比较微细的地方，稍作这个解释啊。那么大家呢，现在就请先听啊，先听我讲啊，不妨看书啊，先不妨看书。这个标题叫做往生极乐的条件。往生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一听到往生就联想到死亡啊，死亡。各位同学是不是啊？啊，好像现在往生这两个字啊，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因此听到往生联想到死亡，也兼着联想到阴森的、恐怖的啊，甚至不吉利的，让人家很害怕、很忌讳啊，不想碰到有关死这一方面的啊，所以连往生这两个字也忌讳。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往生这两个字是很美好的、很神圣的、很让人家呢赞叹的啊、向往的
为什么？这个往生不是来自于世俗的语言，而是来自于经典。好多部经典都谈到往生这两个字。那往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往就是舍此往彼，生就是莲花化生，舍此就是离开这个轮回的轮回的六道三界的苦海啊。既然是三界的火宅，六道的苦海，那当然我们就必须要尽快的离开这个火宅，免得永远在火宅当中被火在烧烤。当然就必须离开这个苦海，不然的话就会被灭顶。所以佛陀很多地方要我们呢舍此往彼，离开这个火宅苦海。往彼，彼是哪里呢？就是彼国，就是极乐世界弥陀的净土。所以说往是往此舍彼，那生呢是莲花化生啊，莲花化生意味着是解脱生死轮回，超凡入圣，必定成佛啊。那既然往生的含义是这么样的神圣美好，我们对往生这两个字呢就应该去正面的看待它啊，同时呢也向往它。为什么？没有一个学佛的人是不想这个超凡入圣的，不想解脱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跟无穷尽的轮回的。所以这往生两个字啊，是我们所向往的。尤其是所谓的净土宗，净土宗它的究竟目标在哪里？就是以往生弥陀净土为宗旨为目标，这个就是净土宗这个定义。当然净土这两个字广义来讲呢涵盖就很广，有这个弥陀净土、弥勒净土、东方净土，有这个灵山净土、十方净土啊。可是现在呢这个净土两个字啊，就单单这个弥陀净土的这一个念佛法门在使用。为什么呢？因为其他的净土的这个法门在理论上呢不很完备，在提倡上呢又不那么这个广泛啊。所以自古以来凡是随净土的大部分都是以西方极乐世界为主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净土宗这个定义呢就是定义在啊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法门来讲。有关往生啊，有关弥陀净土，在经典上谈论的地方，佛陀谈论的地方很多。譬如说在净土三部经的根本经典，也就是无量寿经啊，释迦牟尼佛就介绍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当中啊有一个根本愿，根本愿就是第十八愿。第十八愿就是说欲生我国，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这是介绍阿弥陀四十八愿当中根本愿，阿弥陀佛的这个慈悲对十方众生的呼唤啊，阿弥陀呼唤我们十方众生要欲生我国啊，里面要啊要往生啊我的极乐世界，这个就是
阿弥陀佛站在他的立场来讲的，面向着我们十方众生啊。那这十方众生是涵盖什么样的众生呢？就是上含等觉菩萨，下含阿鼻地狱的众生，就是十方众生。所谓这个十法界的众生啊，除了佛是到达顶端，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之外呢，其他的众生都还必须要这个前进升华，尤其是六道的众生，六道的众生更需要解脱六道的轮回。那么不管这个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或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都必须要往生极乐世界。以六凡来讲，一旦往生极乐世界，当下生死轮回脱离了，而且呢，眼前就能够证悟佛果。那以三圣来讲，如果往生极乐世界，一方面呢，声闻缘觉能回小向大，一方面呢，能够快速成佛。所以阿弥陀佛面向十方世界九界这个众生呼唤说，欲生我国啊。同时呢，阿弥陀佛的成佛跟我们众生的往生又是绑在一起的，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不能使我们往生，他就不取正觉，就会舍掉佛的身份，就还必须要再修行，一直修到能够使我们十方众生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个时候呢，他才可以啊，可以这个取正觉，宣布他成就了成佛了，否则呢，都永远啊，永远不能。所以他是他的成佛跟我们的往生是绑在一起的，啊，是一体性的，所谓生命共同体。在这个众生啊，十方众生当中，能够跟十方众生所谓生命共同体的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以我们凡夫众生来讲，没有生命共同体，为什么呢？都是因缘和合啊，所谓缘生则聚，哎，那么缘尽则散，就像第一这个《地藏经》所讲的啊，父子至亲歧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啊。那又像《无量寿经》所讲的，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去处苦乐之地，甚至当知无有代者。所以人生啊，现在呢，有父子母女、夫妻家眷恩爱的这个团结在一起，可是总有一天都会各自分开的啊。所谓人生似鸟同林树，大限来时各自飞啊，父子恩亲终须别啊，父母恩终须别，夫妻恩爱也分离。所以人世间没有真正的这个共同体的。当然这个菩萨如果证悟空性的话呢，他自自然然的就与众生产生这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个心出来了。但是呢，这个不具体不完整，必须达到佛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把一切众生看成他身体的一部分啊，把一切众生看成他身体的手啦、脚啦、眼睛、耳朵、鼻子啊、五脏六腑，跟他是没有分开的，一体的啊。这个呢，必须到达佛的境界。
那么虽然十方啊都有十方诸佛，可是十方诸佛当中唯有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他跟我们发了一个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的这个愿，其他诸佛呢并没有。所以进一步讲，阿弥陀佛唯有阿弥陀佛跟我们十方众生才是这个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为什么呢？在经文上啊，在他的十八愿当中就很具体的有说出这样的一个愿啊，一个内涵。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话，无形中就跟阿弥陀佛呢会很亲切，很亲切啊，会觉得呢啊很亲近，既亲又近，既近呢又亲啊。亲是指心灵上的，心灵上的这个心心相印啊，心灵上的这一种融通一体啊。那近呢是指身体上的，没有分开，没有距离，如影随形。那么我们跟阿弥陀佛呢是这样的这个亲近。在世间上呢有亲而不近，有近而不亲，有既亲又近，有不亲不近。父母儿女啊，他们是既亲在一起又近，但如果儿女长大各自分开，就亲而不近。那同事之间天天坐在一个屋顶下办公，可以说你是近而不亲啊。那如果一般人的话呢，是不亲也不近。那么既亲又近的，在世间上来讲呢，就是阿弥陀佛跟我们啊。因为阿弥陀佛他心中时时刻刻都存想着我们十方众生，那么我们的念佛人啊，他的心中内心之底也是时时刻刻存念着阿弥陀佛，说忆佛念佛。所以阿弥陀佛佛心之中有我啊，那么我们这个念佛人我心之中也有阿弥陀佛，所以佛跟我，我跟佛是一体不离啊。佛啊入我心，我入佛心。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呢，我们跟阿弥陀佛呢的这个关系啊，已经不是说亲说近啊能够说明的，能够形容的，用亲啊近啊那还有所隔离啊。所以在经典《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呼唤着要求着拜托着我们呢，让他就到极乐世界啊。否则的话他呢几乎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啊。因为他成正觉，他的成佛，他的建设极乐世界，他只有一个，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十方众生的往生。他把十方众生看成他自己，所以在《无量寿经》就说：“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所以现在呢，阿弥陀佛，阿弥陀还在呼唤着我们啊，欲生我国。若不生者不起正觉。阿弥陀佛从极乐世界一直呼唤到娑婆世界啊，呼唤到我们圆光佛学院。各位同学们，阿弥陀佛呼唤大家有没有听到？有啊。那往生啊，阿弥陀佛说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显示呢我们的往生是他成佛的条件
能够使我们往生，他就能成佛；不能够使我们往生，他就不能够成佛。那显示呢，他如果成佛的话，我们也就能够往生。那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涅槃的境界，所谓报土，报土的受用是跟佛相等的。那岂不是如果阿弥陀成佛的话，我们十方众生是不是也该同时成佛呢？为什么？他已经成佛了，表示我们十方众生都能够往生，往生都能够成佛，岂不是在十劫以前，我们十方众生都应该往生成佛的呢？各位同学，对不对？对啊。大家回答的不是铿锵有力啊，这是一个问题，可以思考的问题，确实是如此啊。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轮回没有往生？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释迦牟尼佛就已经给我们答案了啊。释迦牟尼佛说：“若有众生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无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那就显示说，十劫以前阿弥陀佛成佛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晓得他已经成佛，而接受他的呼唤，点头同意他的救度。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往生生活去了。可是十劫以来我们都不知道，那现在知道了，现在如果向阿弥陀佛点头啊，同意阿弥陀佛的这个呼唤，同意他的救度，愿意接受他的救度，那么我们就若今生 今生今世必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如果现在不了解，不晓得愿生接受弥陀的救度啊，将来才知道，那么将来发愿就将来往生啊。但这样看起来的话，所谓往生的条件就很简单了。为什么阿弥陀已经成佛，而阿弥陀佛的成佛的目的，站在极乐世界的这个目的，是等同于要给我们的，白白的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呼唤，他呼唤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接受他的救度。他的呼唤十劫以前啊，呼唤到现在，其实不是十劫以前，当他发愿的时候，乃至五劫思维四十八愿之后的造宅永劫，即指菩萨无量德行的那一段期间，是无时无刻的不在呼唤我们，时刻都在呼唤我们，拜托我们，要求我们啊，等待我们，等待我们点头答应啊，愿意接受啊。各位同学，对不对？啊，阿弥陀要求我们往生呢，对不对？对。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就对阿弥陀的第十八愿，欲生我国，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做一个解释。释迦牟尼说，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意思就是说，不论任何众生，也就是圣人、凡夫、善人、恶人啊，只要愿生彼国，愿生彼国，那么就怎么样呢？即得往生，即就当下，当下就获得了往生的身份啊。所以说，即得往生。同时呢，住不退转，当下就拥有了
获得了不退转的这个身份了啊。所以说愿生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这三句十二个字啊，是释迦牟尼佛对阿弥陀第十八愿说所说的欲生我国啊，欲生我国，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的回应解释。以佛解释佛所说的，那么这应该是最正确的，也最有权威的，比其他的菩萨祖师大德们更有权威性，对不对啊？同时刚刚讲的是就这个无量寿经来讲的啊，那像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呢也在强调往生。为什么？观无量寿经的缘起是有一位维提西夫人感受到宫廷政变的苦恼，因此请佛来为他说法啊。那么这一部经一开始就显现出什么呢？舍此王比莲花化身啊，愿此娑婆的苦海，心目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啊。所以开始显示舍此取彼取净土，舍娑婆的这个污秽。那么取净土啊，在十方净土章当中又是选舍西方净土，所以经文啊就说释迦牟尼佛显现出十方的净土来让维提西夫人选择。当然维提西夫人她是凡夫，怎么选择呢？不过释迦牟尼佛的佛力会加持她，让他选择最第一的、最殊胜美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维提西夫人就说了，就说十方净土、十方世界都是清净的，都是有光明的，但是呢我今要欲往生极乐阿弥陀佛所啊。维提西夫人就跟释迦牟尼表明了十方的这个净土都清净庄严，都有光明，不过呢我是选择要往生这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开宗明义就点出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舍娑婆取净土，那么第二个呢是舍十方净土取弥陀净土，也就极乐世界。那么这一种选舍跟选取是很巧妙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不往生十方净土也等同往生十方净土了。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那么到了《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更是一而二、二而三的苦口婆心的一再强调的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就有所谓的三劝啊。哪三劝呢？一开始就说若有众生闻此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闻此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释迦牟尼佛的三劝就无量劝，只怕我们不往生弥陀净土，不怕我们通通往生弥陀净土，因为往生弥陀净土就通通离开六道的苦海、三界的佛宅，通通能够成佛。这样的话呢，
就圆满了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出现在这世间的目的。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他目的只有一个，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出现在世间的，也不是随便就开经口的，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十方众生了解有善恶报应、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的这个苦，同时一切众生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都应该成佛啊，所以都应该走向成佛之道。所以佛出现在目间世间，这是要让众生了解这两点啊，有生死啊，应该脱离，有佛性能成佛，应该达成啊。那么如果我们都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佛出现在世间这两个目的就一体达成了。因此释迦牟尼在阿弥陀经当中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愿生就能够往生。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就说，世人终死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啊，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就是说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都能够使念佛愿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临命终时啊，心不颠倒啊，心不颠倒啊。所以这个临命终世人终时心不颠倒，是在于阿弥陀佛这个加持。为什么呢？在这一段经典之前啊，就预先说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这个诸菩萨现在其前啊，所以是阿弥陀佛先率领的菩萨显在这临终啊人的前面，才使得这个临终之人在命终之时能够心不颠倒。那么这个人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生众现在其前，是因为这个人在一生当中他是念佛的，愿生极乐世界的，所以才在他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现前啊，所以他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要得果先求其因，因就是在念佛，就是在愿生弥陀净土。那么凡是念佛的人，不是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才现在其前，是现在这个时候就跟我们在一起了。为什么观无量寿经就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也就是说阿弥陀佛遍照十方世界无所障碍的光明啊，他只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呢就是对于念佛的众生摄取不舍啊。所谓摄取就是保护跟接引，在我们平生的时候就保护着我们，看着我们，与我们同在啊。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因此阿弥陀佛跟念佛人他是没有一时一刻是离开的，是同在一起的。那同在一起我们怎么看不到呢？是的，凡夫肉眼怎么看得到呢？因为凡夫有烦恼的业障障住，可是虽然看不到，阿弥陀佛并不因为我们看不到了啊，看不到了就
就躲起来了，偷懒了，啊，到旁边去休息了，啊，并不是如此，还是时刻跟我们在一起。这个就阿弥陀跟我们的这个所谓一体不离，一体相即，啊。那在这个释迦菩萨所写的往生论里面呢，就说如来净化众，正觉化化身，也就是到了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眷属，所以说如来净化众，正觉化化身，都是从阿弥陀佛正觉的莲花所化身的啊。那么阿弥陀佛正觉莲花所化身的，不成正觉会成什么呢？好像这个古往所生下的这个儿子啊，这个孤儿独子不成为太子，那成为什么呢？同样的 DNA， 所以当他一出生，他就具有这一种本质。什么样的本质？正觉的本质，也就是说身心内外都是正觉的。到了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啊。为什么说化身呢？在我们娑婆世界有四种生，所谓胎卵湿化、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我们人啊、牛马啊，这是胎生；那么一些鸟呢，它是卵生啊；一些维系的这个虫类是湿生；那么天上地狱是化生啊。可是六道这个胎卵湿化都是烦恼的罪业的这一种果报。那么我们到极乐世界呢，极乐世界没有胎卵湿这三种生，只有化生啊，而且不是我们罪业所感到，而都是弥陀正觉的功德所感到。所以不是胎生才说化生啊。同时呢，一般所谓生跟死是对待的，有生就有死，有死又有生，这样生死无穷尽。而生死的本质是苦，岂不是苦无穷尽呢？那怎么能够说是极乐呢？其实他的生是无生的生啊，无生的生。所以往生就是证无生啊，那无生又现生，现有这个生，表示呢，他的生是法身所显现的生，所以他是有生命，看起来有形状，可是呢，是真如实相所显现的。跟我们业力所显现的这个人身、畜生身、恶鬼身、地狱身，或者是天界的这个天人的身，根本就两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经典上就说，这个色相庄严即是法身，极乐世界庄严的身相等同于法身啊。同时到那里化身也显示什么呢？显示法身显现，所以说是化身。同时到了极乐世界就人人平等。我们在娑婆世界固然有这个圣人啦、凡夫啦、出家在家啦，根基有上中下的这个差别，可是呢，到了那里就一律平等了。在往生论就说，往生论著就说，
本着三三之品金耳一二之殊，本来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有三倍，有九品，有无量品啊。可是如果大家一致的都是念佛，因都是念佛，那么到那里呢，果也都相同平等，无声现身，现身也就是法身都显现啊。所以这个往生就是舍此往彼，莲花化生啊，无中生有，是因为法身显现啊。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的生都是业力的，有四种生，那么到那里呢都是法身当下出生啊。这是有关这个往生这两个字的这个含义概略的这个解释。再来极乐，极乐这两个字啊又是什么含义呢？弥陀的净土的名称有好几种啊，有称极乐，比如说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称极乐，也有称安乐或者是安养的啊，这个是无量寿经，也有称为妙乐啊，极乐世界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乐啊。同时呢，也说无量光明土，这个大阿弥陀经啊、毗卢遮经啊，就说无量光明土。那么世亲菩萨的往生论就说极乐世界是莲花藏世界啊。那么善导大师呢就说极乐世界呢是无为涅槃界，这个无为涅槃啊就是佛啊。那么极乐世界呢就是佛的境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名称呢？因为极乐世界意义很广，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名称。那么意义很广，功德无量，当然名称就很多无量，不过概括来讲呢就是这几个。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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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